看谁跑得快，看谁游得快。啊，老四游得快，老四游得快。四哥，等过来，看看谁游得快啊！一二三，老四啊，四哥来，四哥来。这样。啊。你让他俩都上这边来，都上这边来。然后呢，你说让他俩比赛吗？不是，等你过去，你上那边投球的时候，你从我身后绕过去，知道吧？啊，来，四哥来，过来，来，我让他上这边来。对。小明来，过来，小明来，过来，来，一二，遇到老哥啊，四哥。就像他们游泳运动游泳的那个人似的，从这样夸一蹬，就他俩就一块往那边。刚才他俩就来了一个完美的转身，你知道吗？来哎呦我的妈！来啊，小明来！小明怎么过不来？小明，老四，你把这俩过来啊！一二三，去！一二三去！啊，哎呦，四哥来了！哎，小明来，一二三去！四哥他俩现在游的老好了，我四哥他俩游，你看这个手机。行了，你们看见他俩完美转身了吗？啊，你们看没看见？我喝一肚水。这家伙喷我顺的我这个脑袋上往下淌水呀、啊！哎，就这，是不是真有游泳队的味儿？是不是？哎，他们就完美转身的时候，哎，真的。那感觉，好，咱们上来，啊，给他俩累屁了，歇会儿啊，歇会儿，一会儿继续。迷糊，这真是年轻啊！游泳池多少米？游泳池1100多，好像是。然后咱下方咱这个正在讲解当中的黑木耳啊，家人们。这是咱老家东北的黑木耳啊，19.9块，180克，也就是3.6两，然后47.9块一斤，一斤是500克啊。你现在在市面在那个什么买的话，基本上都得60多啊。家人们，你们有想吃的话，你们可以拍的。迷糊潜力股，好好培养健将。迷糊呢？哎呀妈呀！小迷糊，你们觉得小迷糊和老四他俩谁游得快？哎呀妈，这谁？你怎么这个点设个闹铃干啥呀？不知道。小迷糊快，啊，迷惑游的好。欢迎大家伙啊，来过来三万来，三万你来三万过来来，三。整上台阶了，整了个台阶啊。什么吹吹？啊，你要干啥？这个灯不是很亮。卡吗？不卡吧，家人们。现在卡吗？买的狗粮11周了还没发货，快了啊！应该明天最后一天，应该基本上全都能发完了啊！明天一天基本上都能发完了，以后不回佳木斯了，俺们也不是佳木斯的呀，俺们是牡丹江的。这怎么出趟门还给俺们整的整家都整错了呢？
对，今天播晚了。今天本来应该是下午一点来钟播，后来三万八寻思这不行啊，得整个跳台呀。然后这又去现给做现做的，在家就下午在家做这个跳台，做完之后手机又没电了，然后又给手机充电。你们几天不播了吧？天天都播呀。对，卡的重新进来就行了啊。卡的再重进一下就好了啊，家人们。把 WiFi 关了呢，在这地方，在地方把 WiFi 关了。嗯。你在中间这块把 WiFi 关了呢，我告诉你一会儿连你再连。啊。把镜头换一下，换什么？换什么？不卡吧？这会儿啊。回牡丹江啊？咋不回呢？木耳好吃，炖炒的。对，木耳好吃，你不管是炖呀、炒呀啊，还是凉拌呀。都好吃啊！几点开始播的？6:30吧，6:30开始播的。这个楼梯自己做，对，这个楼梯是三万八做的，三万八做的。介绍一下5号车，五号车就是咱那个旅行装的压缩毛巾啊，旅行装的压缩毛巾，它里头有那个啥，里头有一个浴巾，一个枕，两个枕巾，一个毛巾，加上6个那个压缩毛巾啊，19.9块两袋儿。导演，我跟你说，三万八啥都会，三万块，爸叫你呢，快，三万八啥都会，三万八干过木匠，干过电工，开过出租车，啥都干过去，还干过服务员呢。三万八啥都干过。T4 Pro， 明天给他整个垫儿铺那个顶上。这游泳池的深度成年人能游起来吗？能游起来，成年人能游起来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购买的2套4件套被子、枕头都已经发货了，是吧？发货还挺快的哈。咋了？过来，你为什么往这跑？这有水。过来。你看。我可以。可以连 WiFi 了，把这 WiFi 连上。可以连了。连了。咋还不有？黑了，黑天了，看不太清了。给他们吹一吹，给他们吹完，估计要黑透了。木耳几天发货？明天就能发啊！木耳明天就能发。天咋黑这么快呢？这你也不看现在几点了？啊？你也不看现在几点了？几点到啊？现在都7点了。我买了枕头4件套，今天应该可以收到，正在派发中。好的，好的啊，你们收到就知道质量怎么样了啊。什么的？4件套，这个梯子是3万8做的。有点黑了是吧？这边也，咱家那边应该黑透了，啊，这给他们吹一吹。不黑呀、啊。到了。我从这儿往那边照不黑。三万油了吗？三万，我估计下次他就能好一点了。姥姥哪天来个鞋子专场，行啊，别着急，我得整好看的。咱家元气弹啊，家人们，你买10个送8个，买20送20，买30送40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有喜欢给狗狗吃元气弹的啊，你们可以那个拍一单咱家元气弹特别好啊。游泳池多长多宽的？游泳池应该是长两米啊，上次。上次来，应该是15号吧，16、17号吧。
应该是十六七号，我感觉。整点人吃的，你们别着急啊，家人们。我跟三万爸，俺俩决定好了，就是以后礼拜一到礼拜五就给大家娱乐直播，啊，然后礼拜六、礼拜天呢，就给大家整专场，什么零食啦、包包啦、鞋啦，啊，然后用品啦啥的都有啊，每一场都不一样，啊，每一个专场都不一样。对，然后你们想买什么东西的，你们别那个啥，等着我们啊，等着我们。咱每个礼拜六礼拜天肯定都给你们带不一样的啊，护肤品也有啊，咱都找好了，但是一个礼拜咱只能播一场两场的，知道吧，就礼拜六礼拜天给你们播专场，其他的时候咱就娱乐啊，咱不能耽误你们看咱家 seven 老四他们的时间呀，是不是，咱就礼拜六礼拜天给你们带专场啊，咱也不天天带，就礼拜六礼拜天，然后你们需要啥你们就等着俺们，等着礼拜六礼拜天来咱直播间啊。你也吹去吗？啊，你也吹吗？行，我给他吹。现在游完泳给他们用清水洗一下，那个水，那里边游泳池的水就是清水，游泳池的水其实我今天刚放的，我放了一天，那里边是清水啊，不是上次游过的水了。德狗吹风的机器没有，家人们啊，没有。三呢？三不敢游，下次不带三游了，是吧？要不就带三自己游，要不就不给他游了。他一点不敢，29.9十八个元一单，家人们啊，元单29.9十八个啊。你待会儿可以上别的地方，你们瞅一瞅去，在别的地方呢，家人们，你在别人家买元一单，你29.9肯定买不了十八个，不游了吗？你看这个天，家人们，你们看这个天，天都黑了，所以咱今天就不游了。刚才三文游过了，三文不游，三文不会游，年纪大了，可能是，应该有这方面有关系。你三文进里头就扶着墙走，三文，三好了好，我走，三文。好了，想要打妈妈，我揍他，撤！算了。媳妇儿，三不让我打你啊！我打妈妈，让不让打？打他！我打他！啊，不打他！他听话，不打！啊，不打！好了，不打！方便，洗方便忒麻烦，就是啊。媳妇儿，三位一样给他吹干的啊，媳妇儿，干了这个。三位，你高不高兴？高不高兴？他不说话，你看三位不说话。三位，你高不高兴？他不叫唤啊，我要打他妈就不行。三位，我打妈妈了啊！啊，好，你能听懂是吧？你能听懂，我知道三位能听懂。直接把它烘干鸡了就完事儿了。天天看。什么？鹿港小镇。不卖狗啊。三位，我送十粒行不行？我打十粒。三位，我打十粒行不行？他不搭理我媳妇，你看，我打十粒行不行？对吧？
咱要揍小明行不行？揍小明啊！咱要打妈妈。啊，不让打，咱要懂事，我不打妈妈了。好了，咱打小明行不行？我揍小明啊！我揍他。咱跟妈妈关系可好了，把床单明天就到货了，真快。谢谢家人们啊！待会儿收到货之后啊，看看东西怎么样，家人们啊。如果家人们，如果你们感觉咱家东西不好的话，不是我说那样的话，家人们你们就申请退款就完事了啊。咱原先的29.9块18个，然后呢家人们买10个送8个，所以18个，知道吧？然后你买20个呢，我送给你20个。你买30个，我送给你40个，家人们，你买的越多送的越多。迷糊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呀，没人管迷糊。哎呀，这个吹太麻烦了。真的，这个吹太麻烦了，还是喜欢老四。媳妇儿，我知道有一个办法能好点，把狗毛全剃了它，把狗毛全剃了它，把狗毛剃了它就不用吹了。啊，三真胖。原蛋买的越多送的越多，家人们啊，你们要拍30个，我会给你们发70个啊，家人们。30个原蛋89.9块，然后呢我给你们发70个，一个盒的1块多一点，一个原蛋盒的1块多一点，而且这个原蛋呀含肉的含量特别多啊，含肉的含量特别高啊。老四太逗了，一会儿催老四，先催两个大的，家人们，先催两个大狗，我先把7送上去。催完老四，催完7，催老四，催完老四，催我，我身上都湿的，你看我身上都湿了，家人们，瞅我身上啊！我看行不行啊？7应该没有问题了，媳妇儿，是吗？泰迪可以吃啊，吃不了啊。泰迪原液蛋保质期，家人们，原液蛋保质期还有1年啊。咱这个原液蛋保质期是18个月的啊，然后呢，现在过去6个月了啊。咱这原液蛋是2021年1月末生产的，现在是7月份。啊，到明年的这个时候，家人们啊，原液蛋用吹风机，吹风机不行。狗证怎么办呢？我这个地方办不了狗证，家人们。我们牡丹江也办不了，我现在所待在这个地方也办不了，我不知道狗证怎么办，因为我去找了，家人们，我去找了，人家跟我说了。他说我现在养狗这个地方吧，不需要办狗证，也没人查你们啊，也没人查。我现在是在杭州，知道吧？啊，我特地去找的，城管也办不了。就我这个地方吧，它不需要狗证。什么地方需要狗证呢？那个市区啊，小区人比较多的地方啊。我家在哪儿呢？我家在这个农村，家家户户都有院子。啊，在院子里养狗没事儿，但是呢，出门牵狗一定要牵狗绳儿。啊，派出所也不给你办，家人们，派出所让我们上那个办狗证的地方办，但是上办狗证的地方吧，没有我们这片儿，啊，没有我们这片儿。我在郊区。对，行，好了，你拿，不许动着了啊！快过来。对的，地下存水。来，下，我在从这边上，上下。哎呦我的妈！从这边，上，过来。
这整到绳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哎呀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家过来过来，老四，你给我过来，一会儿吹老四，掏耳朵，一会儿上去给他掏，一会儿上去给他掏，地上有这个地方没有水，那个地方有水，它这个地方有个台阶，咋去杭州？早就来了，早就来了，你是有多长时间没看？老四，你给我过来，你往哪儿跑？你瞎跑啥？都黑了呢，都黑了，黑的太快了。咱家元气弹啊，你们那个有想买咱家元气弹的啊，你们可以那个啥拍单，这个元气弹特别有营养啊，特别有营养。刚才不是挺亮的吗？那仅仅十来分钟就黑了呀。哎，什么事来？什么事？上上。四哥呀！我给他吹。我给我四哥吹吧。啊？我吹得快。你吹的啥快呀？咱俩吹的是一样快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北京还没黑呢。哎，你们能看见这个水不？啊，能看见吹下来的这个水不？去干啥？上哪儿啊？为啥去杭州了？因为这儿不扰民呢。最喜欢四哥。能看到吗，子文？能啊。哎，老四这次没看过去，你没发现吗？老四这次没看过去。我说他没反抗，这次。老四现在不反抗了。咱们家懂事。你们吃过晚饭没？晚饭吃完了，五点来钟就吃完了，还回东北回啊？来杭州干嘛？来杭州溜达溜达呗，看看有没有好的东西。微量元素有吗？微量元素，我看一下啊。也微量元素没了，微量元素没有了。四哥现在咋这么精神？吃那么早？现在装备真齐全呢。在家的时候不也有这玩意儿吗？在家的时候装备不是也很齐全吗？哎，我发现他们现在毛都厚着呢吗？你看夏天毛都薄，他们毛厚。啊，我也不知道，都是那种小绒毛。这是在干啥？给老四那个吹干吗？不是，热风。能不回答这无聊的问题？搬来这么远，其实俺们搬来好久了，真的，我们搬来好久了，每天都会有问，你们怎么来了呀？来多久了？啥时候来的？这个季节掉毛很快，他们还真不咋掉毛。现在还真不咋掉毛。咱家这个粘尘纸啊，家人们，粘尘纸8.8块，8.8块一个棒，加上三卷纸啊，8.8块一个棒，加上三卷纸，这个粘尘纸特别好用啊，你们可以拍的，家家都能用得到的。我睡到现在才知道直播的，这大白天没睡觉。
那老师，今天直播没有回，没有回放啊，没有回放，家人们，这个好用，买了，对，很好用啊，你们可以拍一单八块八。老师，超不高兴啊，老师。那师哥老帅了，师哥。老师，好好漂亮，已经放光了。哎，等到下次再让他们游的时候，他们会比这次更敢下，知道吗？他们会比这次更敢下。老四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给他吹风也不闹人了。晚上播呀，晚上也播啊。现在挺清，平时总是迷迷糊糊的。我感觉还老四来杭州清醒不少啊。老四啊，哎呀，这家伙是在笑吗？当然了，俺老四就是高兴了，他今天开心了，俺老四都吐跳水了，他能不开心吗？哎，他们要是能那种扑通一下就跳进去那种感觉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天天玩就好了。嗯呐，他要有扑通一下跳进去那种感觉就好了。老四不瘦，老四不瘦，他们都不瘦。来吧，能看到。没事儿，有的是机会啊，这次没看到，下次看，一定要关注咱家，知道吧？一定要看咱家那个啥玩意儿，一开播就有提醒，要设置一个特别关注，知道吧？安姐啊，什么提醒？什么提醒？就是他给你设置特别关注，他就有提醒。几点播的？6:30播的。狗狗身上老是臭怎么办？身上老是臭的话，一个是就是给它做体外驱虫，防止有那个啥螨虫啥的，知道吧？然后再一个，你就给它用咱家这个沐浴露啊，沐浴露在咱家小店里那个沐浴露。这是你的号还是三万八？这个是三万八的号。老四鼻子掉色了，他上火了。哎，这一阵没给他吃微量元素，总忘给他吃。大脚吃到了吗？大脚没吃，大脚今天没吃。果果口臭的话，你给他吃点益生菌。老四，没听听吃什么？听听吃。狗狗口臭的话，你给它吃点益生菌，你给它吃点益来，哎呦我的妈！吃点益生菌。老四毛黄，头大头宽，好认。哎，俺老四一瞅你就感觉他憨的呼的像个男生，知道吧？俺老四一瞅你就看着像个男生啊。
上的。哎，你可以使着使着急眼。我说你也吃十六鸡眼。好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十六不想吹这个风，你知道吗？一给他吹这风，他就急眼。哎，笑死人了！哎，石榴一吃牙挺那个啥哈，一看挺狠啊。连小迷糊皮皮谁石榴了？妈呀，你谁皮都不好。老四呢？老四！啊！哎呀妈，你咋不答应你呢？石榴毛像泡面。妈呀，石榴的毛像泡面呢？我过来，老师。这个风也可以调节大小，知道吧？你女儿不找你吗？找啊！你咋不找呢？石榴可胖了，石榴。咱家人有买这个元气蛋的，你们可以拍一单啊。这个元气蛋它是那个肉蛋啊，然后它里头有开胃宝那些的、芝士那些的、蛋黄那些的，还有海藻那些的啊，然后混合口味给大家发。然后这个元气蛋外边有鸡胸肉、鸭胸肉，然后还有那个西兰花、胡萝卜、面瓜，给大家混合做成的一个肉蛋啊。特别香，特别有营养，你们可以拍一单，现在特别划算，买十送八，买二十送二十，买三十送四十啊，家人们，拍了一单，感谢彩云间。天地之南，我的方向。石榴厉害，石榴也厉害，但是它轻易不发火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石榴其实也挺聪明的，但是它现在觉得岁数大了，怎么还比较懒？你让它干啥，它不愿意干。磨牙棒就没有货了，磨牙棒那天卖了1000多单，卖空的。不让吹，那是吹风的呗，吹风的呗。你老师坐，老师坐。哎，先生，你别离我那么近，你坐这就行啊。
啊，坐下坐下。对，有凉风和热风。嗯，行，把小牛抱上吧。你把小牛抱上抱不动了。啊？你把小牛抱上。欢迎家人们啊，小迷糊啊，小迷糊来。小迷糊抱不动。晚上还播吗？播。没咬主人，咬吹风机。小牛不咬。不能那么推，媳妇儿，我告诉你怎么推。对。推，媳妇儿，推它那个皮，知道吗？你们卖的床上用品什么时候到货？应该是明后天吧，家人们。现在昨天发的货，从昨天开始算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明天到后天，家人们三四天。明天，今天第二天吗？明天到后天就能到货了。啊，咱们家发的是极兔快递啊，他们是发的极兔快递，家人们。最好戴上口罩再吹，没事儿，习惯了，我们就习惯了，没事儿啊。小迷糊呀，迷糊。那什么地方？杭州。怎么让老大游呢？极兔慢吗？极兔慢吗？我不知道极兔啥快递，极兔是啥快递去了？极兔是快递，你是极兔的快递，还是你还敢吃？还行，极兔快递。极兔，兔子的兔。啊。哎，极兔快递这不属于京东的吗？媳妇。他属于啊，这大风吹过去哪买的？在网上买的，家的。迷糊，迷糊可老实了。你吹啥呢，媳妇儿？吹肚子呢。没事，别乱摸啊。明儿怎么像日本兵？哎呀，媳妇儿，日本兵的衣服给明儿买了吗？从什么地方发货？从南通发货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晚上玩点什么游戏呢，家人们？啊？我就寻思了，家人们。晚上啊，咱玩点什么游戏呢？啊？晚上咱玩点什么呢？啊？我现在我脑瓜子怎么就发明不出来什么新游戏玩了呢？买狗粮，没看到游泳，没看到游泳的话，大家伙明天再看吧，今天就看不着了，啊？待会儿想买狗粮的话，狗粮在最后一个，哎，狗粮在哪个链接呢？狗粮没挂，狗粮在第八个链接呢啊！狗粮149一袋，家人们啊，149一袋。猜成语、猜谜语游戏，狗玩不了啊。你说两口谁先了啊？你说两口子，你们说两口子，家人们，
哎，我感觉把小石头身上毛给它剃了吧。家人们，你说给不给他剃？我就感觉他穿了个棉袄似的。啊？我就感觉小石头好像身上穿个棉袄一样。不是，我不给他剃青皮的，家人们，我给他剃个卡尺，我拿那个卡尺比量着剃，知道吧？我不往青皮给他剃。留这么一咕噜，家人们知道吗？我拿那个拿卡尺鼻子留这么一咕噜，剪短点，就是剪短点，卡尺，对，就拿卡尺那个，就卡这么长。他有点太热了，我感觉啊，说干就干，动手就干，有动手就给他剪。主要不是靠毛散热，那他穿个大棉袄，这瞅着不顺眼啊，是不是啊？家人们，有想买咱家这个那个粘尘纸的啊，粘狗毛，家人们，平时在家的时候可以粘狗毛。粘身上的，粘家里的毛，狗床沙发上的毛，床上的毛，啊，粘身上的狗毛，啊，家人们都可以啊，身上有毛毛啊，就是粘尘纸，家人们啊，可以把身上的毛毛啊都粘掉啊，咱这个8x8，家人们啊，8x8三卷，家人们啊，三卷带一个手柄，啊，带一个柄，啊。8.8元，家人们包邮啊，便宜，很便宜，很便宜，特别便宜啊，非常非常便宜。感谢 seven 的小六六啊，欢迎六六来到咱家直播间，欢迎六六，欢迎六六，六六是谁？六六是我们家四哥的亲弟弟呀、啊。六六是俺家老四的大弟呀、啊。啊，六六是我家四迷糊的大弟呀、啊，弟弟呀、啊，啊，那是弟弟啊，啊，老四啊。亲弟弟呀，是不是四哥？那是你的亲弟弟呀，啊！感谢家人们啊，谢谢六六妈啊，再给六六妈点点关注啊，六六妈来咱直播间了啊，欢迎六六妈！哎呀，感谢六六妈送的礼物啊，家人们啊！哎，老四的亲弟为什么不让老大游呢？啊，没有为啥，家人们啊，咱明天改天遛个狗太多了，咱遛个狗太多了，你总得选。那么两只去游，选那么三只去游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今天我都没想让老四游，我都没想让老四游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让老四游吗？啊，如果不让老四出来呀，有点太尴尬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啊，玩不起来呀，没人敢下水呀，家人们，啊，没人敢下水呀。害得我四哥扛大旗呀、啊！我四哥是真敢下水呀、啊，别的狗都不敢下，就我四哥敢下。老四都游过了，老大也游过了呀，家人们。老大上个老大洗哪天游的媳妇儿？那是星期五吧？星期四那天，星期四，哎，是不是星期四啊？老四有领头的作用啊，早猜到了，四哥是扛把子。没有四哥玩不起来呀，我四哥啥都敢玩啊，四哥敢玩敢干呢啊，家人们，这么早，今天这么早，眼睛红了，8.8元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粘尘纸8.8元三卷啊，这三卷加一块是150抽吧。150抽，啊，150抽，家人们啊，我之前以为加一块是180个呢，啊，这个是150个的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可以150张，总共是，啊，合到多少钱一张？媳妇儿，合到多少钱一张？150个。8.8元除以150，180分，
合的五分钱一个吧，合的五分钱一个啊，是 number one， 150张，可以用150张，家人们，这个啊，8.8包邮，便宜是不是、啊、家人们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拍一张，这个粘狗毛啊，老好使了，可好使了，家人们啊，五分钱呗，是不是，嗯，6分是合6分吗，合5分吗，媳妇你算了吗，8.8除150等于多少啊，超级好用是不是，家人们啊，多少媳妇，四个帅，上楼吧，主播，其他的狗呢，其他狗在楼上呢，我现在带你们看其他狗的去，我现在呀、啊、我就带你们去看其他的狗的，家人们啊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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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，走，我四哥，主播，其他的狗子上楼了，上楼就能瞅见了啊！感谢小张，欢迎小张啊！媳妇，你把这个路由器拿上去呗，你把拿上去，我现在你拿上去之后，我立马我把这个地方就关了的，你会查吧这个路由器？应该啊，你会查就行。你先拿上去，我在这等，你先拿上就行了，把那个先拔了，我等。回去上楼直接就敞着了，媳妇。啊，那个也拔了他，对对对头，对劲儿对劲儿，媳妇，那个也拔了他，啊，老四隔辈亲呢，四哥喜欢姥姥，欢迎家人们啊，大脚呢，大脚在楼上呢，等会儿回去看大脚啊。哎呀，没玩起来，白瞎了，媳妇，你把这门开开，把灯开开，进去把灯开开，把灯都开开啊，四哥，四。没玩起来呀，家人们，这个游泳池啊，他们都不敢下水。四哥，老四啊，老四啊，咋又停电了？没停电，家人们，没停电，所以我这儿没停电。怎么不玩了？没有灯，有灯我就玩了，有灯我高低玩一宿。我跟你说，有灯我高低带我家狗玩一宿，高低的带他们玩一宿。有灯的话，拉布拉多多大了？嗯，你说谁呀，怎么都走了呢，啊，这怎么都走了呢，这怎么都啊，四哥呀，我媳妇也不告诉这事，媳妇儿啊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查了吗？四哥怎么呢？四哥回家了？那你咋不告我一声呢？那我上去了啊。蓝光了，孤家寡人一个了，就把我扔这儿了，你瞅瞅，四哥都不带我回去，姥姥家的压缩毛巾老好使了，真好用，真喜欢，赶紧拍吧，喜欢的赶紧拍吧，压缩毛巾好使啊，小明啊，小明走上去，小明吧，带着小明上去啊，欢迎啊，感谢六六家人们，来给六六点关注啊，一号是我老四的亲弟弟啊，一号麦呀、啊、家人啊，是我们家四哥的亲弟弟啊，迷糊走，噔噔噔，有点卡，有点卡啊，迷糊走，有点卡，家人们，哎呀，仙杆司令，妈，真凉快，屋里真凉快，媳妇，屋里真凉快。哎呀，外边闷热闷热的，家人们，媳妇，外面现在多少度啊？啊？哎呀，我的妈，这外边闷热闷热的，整不了。
啊？哎呀，还在这屋里头啊！回家啦！疯了！行，给你拿上，拿手机来，我衣服都湿了。嗯。我衣服也潮乎的，你快去换去吧。快去换去吧。重新报的实际温度比41还高，他也不敢报太高了，我觉得是不是？温度也不能报太高，是不是？就天气预报。你别都给我喝光了。你都喝光了的话，到时候我慢闷发劲，你喝吧，没事，喝吧。我到时候我再那个啥上。东北凉快的24度，24度了。是吗？24度了，行啊，24度了，我姑娘就不能洗热水。24度有点凉了。嗯呐，24度有点凉了。怎么也得？报太高都让放假了，对，不能报太高。干嘛没看见老四呢？老四那不那儿呢吗？老四。谁叫呢？谁叫呢？我看看谁叫唤呢，臭不要脸呢，一天天。我看看，哎，这小孩，哎，怎么的怎么的，我看这小孩怎么的。停，别讲了，都给我。你玩行，人家玩就不行。什么？咋的啦？一天开会儿呗，通风。三妈快到你生日了，嗯呐，快了。黑龙江今天穿长袖了是吗？今天看见穿棉袄的了，不能吧？我的妈呀，不至于吧？穿棉袄了？行，多几个玩具，我跟你说，他们就愿意抢这一个。知道吗？你给他整多了，他还是讲。你一会儿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不听话，我就把那球收起来，谁也别想玩儿。干啥呢你？大脚，欠揍的你！哎呀 ，seven 就点这点能耐。就这点能耐啊！哥，你的冰箱都别玩了，真是讨厌你们几个！三万，你再叫我，我就生气了啊！哎呀，感谢三万八吨小老四送的大飞机，干啥呀？这送飞机啊？啊！大脚撒完尿就偷吃，尿尿了，尿哪了？尿哪了？啊？尿哪了呀？哪有尿字了？别踩了，别踩了！你大脚，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一会儿，你姥爷进屋不修理你啊？你等一会儿，你姥爷进屋不修理你的？天天你不长记性你啊？谁尿的？真气人！一天，你看你多大了，你也不长记性你？这一天天的，有需要粘身纸的家人们，有需要粘身纸的你们可以拍的啊，咱俩这粘身纸8.8块。啊，8.8块，这一个轱辘带3个卷儿啊，一个轱辘带3个卷儿，这个粘的特别好用啊，特别好用。你家里有狗毛啊，有啥的，你就这么轱辘轱辘啊，尤其那个衣服呀，黑色衣服愿意吸灰吸毛，你们都可以粘一粘啊。木耳什么时候发货？木耳的话，应该明天就能发走啊。大脚，切。
不发威，你们拿我当病猫是不是？啊？那咱俩不老喊啥的咋了？你家孙媳妇尿了。谁？你家外孙媳妇尿了。尿尿呗，喊啥呀？尿门口了。在这儿了。嗯呐。喊啥呀？那喊啥呀？咋的呀？能动手尽量别吵吵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脚，媳妇儿。闹不啦？要刚才我就下水了，知道吗？你瞅瞅。哎不是，那你自己挠那么狠干啥呀？要不行，刚才我就下水跟他们一块玩了，知道吗？我这回啥也没干，我什么时候都没被蚊子咬过，就最近被蚊子咬了。我这辈子没被蚊子咬过呀。那天咬一个包，我就使劲挠。哎，你看我这一个，我老多个了，都挠坏了，也没说先挠你别挠。我想买一条短裤子。没有短裤，你想买短裤，找四哥吧，找四哥，四哥有短裤。三想玩球啊？三是不是想玩球？你给他们啥？我跟他们三很高了他。嗯，不给玩球了。抢过了他就叫，抢过了他。有货没？没有货，没有货，啥货呀？裤就短裤啊，短裤没货。南方蚊子老厉害了，我的妈呀！哎，那么大一个。我在东北，家人们，我在工地干活。三万，你别叫我三万，行不行？我在工地干活的时候，从来没被蚊子咬过，真的。我就来南方之后就被蚊子咬，抹点蚊不叮，抹啥不叮都得叮。四哥，烦不烦人？啊，四哥，烦不烦人？烦不烦？哎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说烦不烦人？啊？哎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是吓人，看着就开心，真的。哎呀！下一会儿我挂了就挂了，再不叫我，哎，你一回来他就开始叫，叫。烦不烦呢？咋玩意儿，媳妇儿？我不回来没事儿。就是你们回来的时候啊。咬的时候他抢不过他就叫唤、我就生气了，我就吵着了，我就把球给撇那里了，人家也不咬也不叫也不干啥。哎，从你进了门那一刻起他就开始在那叫唤，他就问你要球。三能把球叫下来，对，三能把球叫下来。三哥，咱能不能不叫了？能不能？我跟你说，他玩球得不好好玩，他把球不咬坏了，得。啊，他就往一用不了半小时就咬坏了。你给他球，你给他，你看他好好玩吗？好好玩啊！他老让人家抢，抢了之后他抢不回来，他叫。别动啊，媳妇儿，你把球给他，你不给他，不给他，给老四，让三万去抢，给老四。老四，那一会儿就干起来，看着啊。老四敢跟他抢？别踩我脚！别踩我脚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这脾气真倔。迷糊啊，抢不着吧？迷糊啊，咱俩狗是真愿意玩球啊，媳妇儿，给他们整点别的玩具，不让他们玩球。这球赢人，这就刚当刚当响赢人呢，啊，大脚也想抢，一大脚一抢，他就爱上厕所，又着急激动，啊，一激动上厕所，一上厕所就往不是往屋里拉粑粑，就是往笼里拉粑粑。啊，甚至是往沙发上拉粑粑，没往沙发上拉，我的快了，我跟你说，大脚快了。我今天我揍他了，他在笼子里拉两坡，坐一屁股，大脚，往笼里拉粑粑坐一屁股，才多长时间？你说吧，媳妇儿啊，早上6点的时候溜了一趟，
然后呢十点将近十点的时候溜了一趟，他十一点的时候就给我拉了，十一点的时候就给我拉了，拉了坐了一屁股，我的妈呀，我今天可顿给他冲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待会儿想买咱俩这个粘尘纸的啊，8.8块包邮，家人们啊，特别划算，家人们啊，这个很多的啊，150张的，家人们啊，这个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它啊，拍一卷，拍两个，家人们啊，这个东西划算便宜，粘尘的，粘狗毛的啊，你看家里头养狗的，家人们啊，然后那身上多少会有点狗毛，是不是？8.8块你就买3卷，家人们8.8块买这3卷，粘咱身上的毛，是不是？你就算没有狗的话，也可以粘别的东西啊，粘沙发呀，多好使啊，家人们啊，家人们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拍的，8.8块包邮的呀啊，家人们划算，嗯，咱家这个是专门是往外出口的，啊，他家这个是做外贸的，家人们啊，嗯，而且他们家这个是特别。啊，就是特别粘的啊，家人们，不是那种你买回家之后它不粘啊，咱家这个非常粘啊，到处拉训训它。你说大脚啊，玩游戏吧，不玩游戏了，家人们，我等会儿我要关播之后我要发段子，家人们，我关播之后我要发段子，发完段子之后呢，啊，家人们，发完段子之后吧。那个一会儿咱们再开播的时候咱们再玩游戏啊，再开播的时候玩游戏，这场直播先不玩游戏了，别着急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们等会儿3.8一会儿都干出口了，时间准时开播，9点多钟吧，家人们，9点多钟啊，我说9点多钟就是9点多钟，我编辑发段子，家人们啊，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，别关播，我等会儿就开一下，家人们啊，现在是8点来钟啊，9点多钟开播肯定播不了，9点播指定能播，我想想他们玩什么游戏，我主要是这个点我该发段子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，我该编辑发段子了啊，段子内容都在我这个手机里头了，知道吧，大家们知道吧，我该编辑发段子了啊，段子内容都在我这个手机里头了，是吧，啊，玩啥的啊，家人们啊，天气预报啥的啊，好不好啊，好了，拜拜，马上开播，家人们啊，你们看看别的，我就播了啊，其实我也不想关播，媳妇知道吧，我要不发段子我都不带关播的，行了，家人们啊，因为我不知道。